开篷 Audi TTS 起步够强，想揸跑车又要抵玩啊 ！Audi TT 绝对系个唔错嘅选择。今次试揸嘅 TTS Roadster 2.0 版内笼比较简单，硬顶版四座改成开篷，就算闩埋都唔觉局促。不过后镜角度就窄咗啲，想睇清楚嘅要靠埋侧镜啦。托风大嘅头枕后面又有电动升降扰流板，不过呢个增加下压力嘅尾翼似乎喺香港嘅路就用唔着啦。性能方面，1984cc 直四 TFSI 引擎，马力输出272匹，低至2500转已经可以全速释出350Nm 扭力，配合埋 Turbo Charge 增压推动，起步爆发力强，由零至一百加速只系要5.5秒咋。加埋悬挂低、车身短同埋 Quattro 恒久式四驱系统等等嘅设定，入弯都好顶。不过以为越踩越快嗰阵，中后段加速就差啲啦，要用6前速 S-Tronic 波箱，玩加减波补翻数。